未来，咱的新国啦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，谢谢大家，再谢谢媒体朋友，你们辛苦了，为了报道咱民族性地这么小的家己亲，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正向的能量，都让大家人看到台湾的民主。民主性地就是家己亲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，这个过程，这个背景，我想这个过程虽然辛苦，但是我在这也是要感谢我的竞选对手，咱姐姐，另外四位的所有竞选选对我们的对手们。我想所有的候选人，大家人。你所提出的建议，还是质疑，或者你提出的批评，或者我们许多的点，我想，咱将来，咱一定会搁做较认真，我们会思考，我们会建议，会再把它纳入。当然，这嘛要抢这个机会，我们会在这里面也谢谢，因为你的质疑，好关歌舞。完整说明的机会，正因为有完整的说明，大家嘛才了解，咱是安怎伫进程过程是安尼做的。好，目前看到呢是在嘉义市长这个黄敏惠啊，他成功的连任成功，他自行宣布当选，目前呢大概是领先啊对手吕俊毅来到2万多票，他特别感谢乡亲。